原来有新界的士站一直隐藏在市区之中，最近有网民在 Facebook 群组的士司机资讯网的士大慎租的士司机拒载的经历，他讲话近日在深圳湾口岸的士站想着坐新界的士前往观塘的顺利村，但就遭到司机赶落车，而且还连续几位司机都拒载，令他大感失望，有些司机还大声叫我烂添，最后只好坐巴士回家。估不到香港坐的士都几麻烦，有不少网民都纷纷留言讲话见过顺利村确实是有新界的士落客站，又有网民指出楼主选择新界的士是不智的做法。